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，不是关卡，是蛇女吃人面鸟。因为卡在等级8很久，有点受不了了，想说不要练了。好，现在来测试一看看，直接吃。查到的资料最大 CD 是16啊。哦，我想要凹凹看，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测试，只是测试人品而已啊。看我人品好不好？哦，四只嘛，四只，所以我最多可以最大的几率啊，如果都直升两级，不含爆的哦，都直升两级，因为有测试过，曾经有爆，就是同属性吃了会升两级，那他人面鸟本身就一级了嘛，那我现在测试的话，如果我吃四只，最多是加八级嘛，23-8 CD。所以可以到15 CD， 我查到资料最多是16 CD， 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几率一次就直接升到16。好，四只人面鸟，这不用看，这技能等级这应该没什么意义啊。反正很多说法，我就来试试看哦。Here we go！ 对啊，我看一下技能，是确认一下是不是一样哦。石化，这很瞎啦，但是还是确认一下。现在是。等级8，好，来吧。啊，这个有没有超绝不重要，是后面的。90cc没有升，好啦，就是人品没爆发，拜拜啦。